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开一个爽的。昨天我们还剩了250块钱，其实本来是270块钱的，这个保险价格肯定偷偷花了20块，无所谓。然后今天我们再充550啊，首先先充值，也是加了550，刚刚好一个，大哥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再把这里的充一下，328，再加一个128和30，啊，98和30，说错了，好，走你，结束。那我们20号就会有一个新游戏叫做《灵魂勋章》了，到时候我们去七里网络那个大号去播啊，那个大号终于可以播那个斗罗以外的游戏了，哎，真的难得。这里呢，这个至阳级的话，我觉得有点贵。我跟大家说，就至阳级算是比较好的东西，但是这下面像是这里，你看这幻形啊，有粉色的，有彩色的，彩色的这里面相当于就和至阳是一个等级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128给两个，相当于是花60块钱你就能换一个这个东西。但是在这个活动里面，如果你要拉到这儿的话，可能花60根本做不到，甚至是一个2天的。现在有些东西不用抽奖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儿续的话随便花一下，是吧？剩下的便宜的咱们稍微买一下。68的三次也买了，好像问题不大。我们买完看看还差多少啊？这儿就250抽，还需要个再搞了吧，3824，然后再搞两个128，啊可以了。全兑换，我们先兑换完。好，咱们可以开始连续起伏了。这个东西就是会有点慢了，咱们先等等。这边其他东西也许是不需要的，但是，有一点小作用吧，些寻仙令之类的，它终究是能抽出一点东西来。不是9:20吗？因为今天10点得给小龙腾位置，今天这两个游戏都得提前啊，所以今天就提前了。稍等一下，小龙是我们这挣钱的主力，我做这些游戏都是靠他养，你知道吗？懂不懂？平常只要正常情况，我没有事耽误了之类的，都是准时的。9:20现在是这样子。这个男生真的发型很重要啊。唉，我以前就觉得自己贼丑，直到我烫了头发，发现自己其实还可以接受啊，倒不是说帅是吧，但是可以接受的程度，就觉得还挺好的。最近在学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就是也许应该再读一些书之类的。我正在找一些目标，这个生活就是找些目标就可以有一些斗志了，不然我现在即便出去玩，我觉得都没有意思。现在就是有点迷茫啊，但应该不是颓废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。五个排行榜的话给4个幻形，这个其实是3天活动，咱们稍微拉一下，因为这个花玉嘛，这个还好，感觉像是不用掏钱一样，买一买买一买，这是每日限购啊，各位，如果你买的越多，其实到时候你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嘛，你就买个300次差不多了，把这640买吧，后面明后2天就稍微弄一下就行了。好，中秋快乐，这个关龙舞。新出来的大佬吗？反正都没听说过。先钓住结束了，现在我们就买这个限时吧。限时今天有好东西，前面的异兽买一下，因为太便宜了。这个这个也不便宜啊，5个的话都要8块钱了，是吧？很坑啊！这后面也是个垃圾，神盒不要哦，自选幻影部位这个可以要，这挺好的。为什么玩这么福布尔斯福？因为我们要好好做游戏，是这么回事。要好好做账号，好好做游戏，才能做长久嘛，对吧？我要是搞个盗版的也可以，然后之后我就下岗了，是吧？我就账号被封了。这个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就得要做正道，特别是你是面对公众的一种。这里的话，它这个是自选幻形随机部位哦，随机部位啊，哇靠，那这个还是有点坑啊。就我计划呢，今天咱们买这个，买个3个4个，就是买个3个吧，这样的话就6个了。既然有空就来是吧？这个东西一下就花了378，咱还有400块钱，哎，再买一个。好，运气好咱能开出2套，但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个运气啊。这里的话，999块咱们买一个，剩下的买个2个这个。然后这儿还差一点点，也买了吧。大发慈悲，再充个3块钱，3块钱肯定是有的，是吧？好，今天再买个39，最后一个了。啊，忘记买9.9的那个东西了，完了啊！今天能升吗？这个会员是混沌，还差2角色，哎，行，就算了，明天再买。今天我买上头了，因为这东西确实比较好嘛，咱多买点也不亏。说实在的，那个东西是每天都可以买的。这个东西你看还差了120块钱，给3个万能和2个灵气自选。G23，再加130吧。咱们稍等，咬咬牙把这个拿下啊！这里还有一个累计充值，充到了，你把这后面2个0挡住啊！咱们这个游戏已经充了15000了，朋友们。哇，5个彩色的，感觉今天战役应该是可以朝着1700亿往上去弄的。这线下返利活动搞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钱最好是留着充这个猫叔记，猫叔记现在正逢棋逢对手，然后现在如果说咱们每天拉1000，对方也拉1000，咱们这个差距根本拉不开。咱们现在差的东西很多，先把固的给兑换了，小事儿。先来抽奖，一会儿再加好了也一样啊，他在的。寻仙令，功法礼包，然后98，
我们买一个，再买一个128应该就够了。啊，就是一个98一个30，我说错了。好，好，今天加了完币的话，咱们这个秒杀可以买一下，对吧？搞一个，再搞一个，再搞一个，再搞一个。好，然后再把我们这个9.9块买一下，境界好，买完。剩一点，没有了吗？金票就没有了啊？刚那个那么贵，我充了128，我靠，那个东西好贵啊！可以有时间去玩其他游戏，但是钱是赚不完的，朋友们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咱再充个2块，来，各位把这2块充进去，就10块钱了。好，咱们还能再买个9.9块 ，OK， 很有意思。我很希望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，然后呢，接受大家的监督，做一些很好的事情。是我希望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你打王者打职业也很赚钱，是吧？万界归一里面啊，这里有一个充值好礼，已经充到了2000了，又12个被9.9难倒了，那不能只靠我一个，也要靠你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都买完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邮件，线下法力活动一键领取，是吧？超级牛掰！好，各位，今天1800，我们1800亿，看能不能到啊？我觉得是有希望的。咱们先把这儿用一下，这个藏经阁现在加的太少了，先充。什么时候玩的觉醒？觉醒应该是本来是说9月底出一个。极速服的，但是他没有出，可能再等一个月就会出吧，也不好说。先我们先升一下，各位先看加多少亿，加24亿。他是37计划先放出那个凡人修仙嘛，凡人修仙放一个，然后额外再放一个觉醒的极速服，用这个来圈钱。37的计划是这样，所以他很快就会出极速服的话，我就现在就不要，我先玩了。这升34，加3000万，升2次，加2000万，这个不行啊，套装属性没有出来。还是加2000没关系，你看光这衣服就有那么多，又加4000万，现在这个开始贬值的厉害了。你看这是加13亿吧，这是13亿吧，这再加一个，加2000万，一个加2000万，后面越加越多，这一个应该也加个3000万，再加3000万，明白？待会儿套装可能是要到环这里才有这个套装啊。为什么不出一拳超人练衣？因为那个游戏玩的人毕竟少，可能就是以前喜欢这个的玩家，有一些忠实的玩家喜欢加2000万，但是不是很多人喜欢就不太行。你看又加3400万，用了两个，这两个用啊，3400万。啊，今天难道只能1750万吗？1750亿吗？我觉得不太行。看这家17亿，17亿吧。反正这种红色的，就是有时候套装属性来了啊，那劲儿一来了，它也忒特别牛掰。换言4个，直接加9亿，1713了。你就记着前面这四个数字就可以了，前面这四个数字没有变，那就等于这里没有加。这是1600万啊，还是1600万，对吧？这个两个加3500，这三个加13亿，好，1728了，朋友们，直接加13亿，这个。很奇怪，3000万和13亿之间差了400倍，他也能加得出来？那这什么鬼？那套装属性太屌了吧？这来两个这个颜色的，加5000万是吧？换环，搞一下，1、2、3，加了17亿，哇，真的有可能到1800亿啊！再来两个13亿又来，再来两个，再加1.3亿吗？还是多少？再加，这是加6000万，84，再加3000万，好，好，各位，现在咱们可以开始抽一抽了。藏经阁抽完了，抽一个寻星楼，对吧？每天在寻星楼快活一下啊，那就感觉今天就白活了，是吧？啊，差一个1、1、2、3、4、5是吧 ？OK， 好，我们去看一下也行，因为之前掉了嘛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加点上一张藏经阁，再来看一下能不能行，加点，哈哈哈，加14万。花影大哥说的，这里是5，差了个1、3、5，有两个5啊，那把这个直接更换，更换一个1，8件护符1。掉了很多战力，但是出来看，现在涨很多。所以我们之前是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这里面这个东西，它显示战力掉了，但实际上加了很多战力的，已经1800亿了。升一升这些东西，啊，对吧？这些可以升啊，这一别升，先升法吧，先给法师升一下，先一阶升级。这儿直接升一个横扫绝世是吧？加1亿啊，装备再一阶升，天赋再升一下啊，这个能升吗？感觉。就能升一点点。好，各位，我觉得今天先做一个这个吧，先把它升到混沌，这突破还差一点点，今天也许是够的。这儿妮娜弄了，然后这个混元，哎，混元功法升起来，80个只要弄个20-30个就够了吧。好，直接突破。现在王者已经拉了，每周又出皮肤，那马化腾要发工资呀，是吧？他不出皮肤，你给他那个腾讯员工发吗？他腾讯员工可贵了，我跟你说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天赋就可以猛猛的升了，先升一下，加4亿啊 ，nice， 这儿再升满啊，这直接升满 ，nice， 这边再升一下，好，给他升满啊 ，nice， 然后升满了，再升这个 ，nice， 这边还有好多的这种东西没有穿戴，你看又是一套，这医生也搞一套这个，哇，是真帅，真酷，真厉害，真优秀，为什么给腾讯打工？我倒是想给他打工，他要我吗？他要我就好说了，他不要我，关键是吧？
这个歧视男人是吧？我要告他歧视妄图。大部分都喜欢动物成熟的萧炎，很少喜欢唐三的。哎呀，虽然唐三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悲催的事情，但是你想，他从冰火两眼出来，那不照样给大家带来很多仙草吗？美人一株的是吧？他也算是对得起大家了，只不过说这命途多舛，是因为周遭的环境太恶劣了，他得罪的势力太强大了，他本身又没那么强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斗罗大陆就只有一个最强的势力，然后就是魂殿嘛，魂殿啊，不对，就叫魂殿吧，魂殿他必须好好的针对萧炎，那才有看点，对吧？但是他尴尬的地方就在于，除了魂殿，别的东西就没有了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，像是斗破苍穹，因为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反派，他那个魂殿也是就一个大恶极的，但是那个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存在，他前面还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各种人欺负他，所以他可以一步去斗，斗的时候那些人这就比较菜，对吧？一开始那些恶霸他就不那么强，他就可以去装逼，对吧？就可以能装100次逼，但是唐三遇到的这个人，他就可能他能装那么几次，但是魂殿人太强了，对吧？什么过一会儿千血就已经神装出来了，对吧？他根本打不过，是吧？他就得要进入海神的这个力量啊，这就说了一些乱七八糟有的没了，咱剩下的就交给保险大哥，咱再把这个激活一下。林宇升一下啊，再升一下，加了个1.4亿。好，今天我们已经成功的升到了1800亿，而且还多了20亿，总共加了180亿的样子啊，今天是超级爽。当萧炎的口碑就很好，对啊，因为他就是实际上你看那个社会名流们，他们可能背地里已经做过很多次了这个龌龊的事情了，但是你表面上你也不知道他谁是谁的男朋友，谁是谁的女朋友，对吧？但是娱乐圈是很乱的，是吧？这个萧炎和这些小一仙什么的，在原著里是这样子，但是假设啊，真的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他可能已经这孩子都有好多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是一个小说，是一个想出来的一个美好的设定嘛，它就会显示的很美好，你就觉得萧炎他绝对不是一个渣男，对吧？他也没有辜负谁，他也没有对谁承诺什么，对吧？他就是对每个人都很好，你就觉得他很暖，然后很好，很优秀，对吧？是很好。但是事实上，你一个人你对谁很暖，你肯定是有所求的吧？是不是？我们有一说一啊，做一个真诚的人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今天先到这儿，咱们明天再来。